安邦说要驾驶着发射车，代表火箭军在2019国庆阅兵时代表火箭军通过天安门广场，一子梦不后悔，他们决定一起实现这个梦。欧阳俊一直在想赵孝常的那番话，他为了战友情从没回过老家，而他却连一个好朋友都说不出来。想到以往夏拙和林安邦、易子梦总是打打闹闹，而他像个局外人的场景，欧阳俊内心十分难受。吕征告诉夏拙，如果他想要参加阅兵必须要签士官，这样和夏拙考学的梦想就冲突了。夏拙已经决定签士官，和林安邦、易子梦一起留下来参加选拔。签了一期士官3年都没办法退伍，但夏拙愿意，因为这是一个士兵的荣誉。老兵很快就要退伍了，林安邦心里却很不痛快，差点和别人打起来。林安邦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老兵走了，他就没有师父了，所以心里难受。夏拙安慰他，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才要代替老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啊。夏拙找到了之前送来的 AR 眼镜，说要制造一个惊喜。吕征忙着写退伍章程，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因为岗位撤裁的事情很多人不得不走，战任连一下子走这么多老兵，吕征心里很不舒服。少帅说，明年他也要走了，是他家里的意思，他父亲病了，就想在临走之前让独苗离他近点。吕征听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少帅抹了把眼泪，轻描淡写的说，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啊，明天就是退伍仪式了，老兵退伍茶话会上，吕征和少帅努力调节气氛，让大家说说战任连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实在没有要求就提提意见。杨万金说自己对吕征和少帅有意见，2年前他发射旅里第99枚导弹，立功受奖后杨万金要走，吕征不让，因为这件事情他们闹得不太愉快。后来杨万金和夏拙去执行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，任务失败了，他很恼火，很多人都说杨万金是个白眼狼，但杨万金对天发誓，要不是因为家里有事谁想走，他需要钱，家里需要钱。当他知道二等功和奖金没有的时候，杨万金骂了夏拙，为了5000块钱骂了自己的战友，但谁知道这钱对他们家有多重要。杨万金自认对不起夏拙，也必须要向他道歉。但杨万金深爱战友，他舍不得也不想走，杨万金希望吕征和少帅以后再遇见他这样的兵，就别给好脸了。吕征早已红了眼，杨万金是他做排长的时候就带的兵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杨万金的事情。吕征拿出了一张卡，老兵们把自己的安置费拿出来一部分凑够了这些钱，让杨万金老婆有钱去化疗。杨万金哭得泣不成声，吕征昂着嗓子告诉他，他不是普通的士兵，他是火箭军的王牌号手，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站直了，没有命令不允许倒下，整个战任连的士兵都在他身后。陈浩峰大半夜坐在训练场，摸着肩上的徽章叹气，侯继东拿了把马扎坐在他旁边。要走了，30年的军人生涯就要结束了，他们刚当兵的时候才18岁。
陈浩峰让侯继东回去生个孩子，他毕竟快50岁了，还单着更不像话了。侯继东忍不住哭了，陈浩峰强忍着眼泪说，来的时候是笑着来的，退伍的时候也要笑着走。炊事班忙着给老兵做菜，欧阳俊搬了一些黑糯米过来，说拜托炊事班给老兵加个甜点，记得当初刚来的时候老兵怕他们冷打蜂窝做煤球，欧阳俊也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欧阳俊正在忙活，夏拙也扛着黑糯米来了，显然和欧阳俊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夏拙已经决定转士官了，欧阳俊说等着在电视上看他，也会在军校等他。大家在欧阳俊的提议下做了煤球饭，欧阳俊表示这是和夏拙一起想到的，第一年入伍的那个冬天天寒的冻，没有暖气，老兵们怕他们冷，用一天的时间打了2000多个煤球，那一刻所有的新兵都能感受到老兵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当成了家人。